全能容易害羞的顶级爱豆，两个从未合作过的人传出绯闻，本想上综艺澄清，却没想到越描越黑。嗨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绯闻女友。什么？张艺兴这一下差点把我干回家。没事，就无所谓了。这无所谓，咱俩都已经这样了，还有什么绯闻？对，绯闻女友，绯闻女友。而杨紫大大咧咧的。希望两人能在一起。